有人受伤吗？有。摔了还挺狠的。守同仁执行巡逻勤务，在台联街统一超商前发现该车车头有撞损，欲前往盘查该车及提示而去，同仁即尾随。该车在新生国东路口发生交通事故，同仁到达之后立即实施救护，并通知救护车到场。